大家好，欢迎再次来到音乐游乐园。今天的活动是认识拍号，这个拍号的名字叫二四拍，上面数字二表示每一小节有两拍，下面的数字四呢表示以四分音符为一拍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房子，二四拍的家有两间房间，每一间房间里边都住着两个四分音符。当我们在数节拍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，一、二、一、二来数节拍。现在让我们听一听节拍器演奏的二四拍。你可以用一个你喜欢的方式跟着蒋老师一起来演奏，由小铃的部分为第一拍，准备开始，一二一二一二。如果我们要来用二分音符的节奏放在二四拍的家里，每个房间只能住一个二分音符。好，那我们数节拍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这样数，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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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老虎也盖了一座二四拍的房子，一共有四个房间，我们来看看。第一个房间呢是二分音符，第二个房间是两个四分音符，第三和第四个房间也都是两个四分音符。那么我们现在和小老虎一起来演奏一下这个二四拍的家，准备开始。再来一遍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。现在呢，请你拿出碰铃或者其他的乐器或者物品都可以，我们一起来跟着音乐进行演奏。